来继续是政坛消息，来看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，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，早暝是夜游金门的海边啊，两个人讲心情、讲心内话，讲四十分钟，嘛引发到外界的联想，两个人是不是有可能要夹档来选正副总统呢？阿公，这个郭台铭唔呐连卡五通电话，讲要甲郭文铁来会面，当场阁表示讲，伊甲郭文铁是山盟海誓。但是郭文铁面对着郭台铭这么啊积极，点都有淡薄啊眼忧，莫非是被强迫会面？郭文铁笑笑啊讲，无法度禁止别人要讲什么话。郭董事在哪？因为是刚刚在那边。郭董事在那边，我就说来过来，这正中央那边。透过千里镜欣赏六公里外中国厦门烟花风景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过来讲，来去金下大桥的主场。不过，让大家更加关心的是，真正的这件代志。含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由金门的海沙堡真浪漫的去，佮同齐坐伫咧医疗顶，是伫咧看天顶的星，或者是伫咧谈2024选战。郭董诶，佮伫咧现场讲家己的心内话。月亮，月亮，月亮，心。他文字的文字都没了。前一阵给你报的消息。看着真侪媒体出现，郭文铁是笑个真歹势，佮团着郭董的一直卡过去，要求见面，落尾撞去郭文铁的面上。看到郭文铁了后，佮当场讲，家己佮郭市长的感情山盟海誓。第一瞬间没有接到，打比较多通。他有跟你说海誓山盟？我们又不能禁止人家讲什么话。那有被霸王硬上弓的感觉？还好了，客随主便嘛。海誓山盟是你说的吗？山盟海誓四字到底敢不讲？郭文铁笑笑无澄清。不过郭董的办公室驳回这个谣言，强调无这件代志。不哩个因两个人合作敢无进展？比较南洋计划整合的董国展，现主席郭台铭想要和谁合作？敢那嘛用行动来展现。现在只有侯友宜见不到他。朱立伦应该见不到吧？这两天都可以做。郭董的人气嘛也是真旺，看金门乡亲反应就知影，都含伫咧金门大学演讲，超过500学生挤伫咧会场，含前一天郭文铁的场来比差淡薄啊。我比较喜欢企业界，中南部的哦，有互补性要高啦，互补。那郭董就是企业界的。人家不会来当你的副手。郭台铭和郭文铁两人也是山盟海誓，或者是一人行一路，必受大家注意。本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